三層嘅 section 啦，我哋做一個唔同嘅 layer 咧。頭先聽你講，就剪咗一個唔同層次嘅效果啦。呢一個叫做 air 嘛，有空氣感嘅感覺啊。佢好似一個擴大咗個 box 咁樣咯，其實似擴大嘅 box。你們都可以，即可以用快速咁樣剪頭髮啊，都係可以慳翻好多時間。呢、這個系列都係比較啲紅色系列嘅，即梅紅色啊，即white blue 啊 ，white red 啊，紅酒色啊嗰啲顏色咯，都係都比較浪漫啲嘅效果。其實呢、這個Atlasia 咧係接住上一季嘅 Urban Sport 嚟嘅，係比較多色彩啊，比較啲色彩嚟嘅啲顏色。你記唔記得上一季啊？你哋我哋一個 Urban Sport 嘅一個紅色嘅，由深紅色慢慢變咗橙色嗰個頭嘅，有冇記唔記得嘅你哋？嗰、那個就係 Urban Sport， 都有啲顏色比較鮮豔啲。同埋呢個系列咧都比較都會剪一個比較 blunt 嘅 fringe 嘅頭髮啊，都比較直啲咯，可以又直啊又滑啊，光澤嘅效果啊。剪得好快嘛！你哋會唔會嘗試好似我哋嗰個 super fast application 啊？快速嘅擦顏色嘅方法，你知嘅好處係咩咧？即係用 multi tone 嘅顏色嚟做嘅頭髮，個好處你哋知唔知㗎？我咪分享下，其實個好處係咩呢？到你 regrow 時生翻個頭髮出嚟咧，就冇鴛鴦得咁犀利，因為你比較高顏色啊嘛，覺得你比較接近啲咯。呢個multi tone 嘅 color service 嘅好處啊！你睇唔睇到啲顏色比較通透啊？你估係咩用咩 number 噶？啲顏色 number， 你哋用開黑人頭顏色噶嘛？有冇人講下？啊？答對有獎嘅喎。L89 L89 okay。 有冇人補答？我講係佢嗰個99係，因為佢有三隻色，係咯，佢都有啲字啊。係啊 ，L88 個底色就488，完全冇字啊。有字，不過個字沉咗嘛，因為加咗啲嘢落去咯。答到未啊？阿咪 Frankie 啊？
咗一日。哦。哦。呢個顏色都仲係新下嘅。仲係新下喎，一百好耐噶咯。再九一百之後。九一八即係 metallic color 啊嘛 ，metallic color 之後出咗咩色啊？係啦，咁啊算唔算搭種啊？咁樣啊，搭咗咁多次，啊，今日俾一半嘅禮物咯。呢、這個咯，好冇？一定夠啦，新嘅 Osus。OK， 恭喜你。OK。再咁悶嘅問題咯，我。有講翻個 haircut 咧，其實佢呢一個造型之後咧，其實我會再做翻一個去多翻 organic 嘅髮型。咁但係其實呢兩個頭個編出咧，其實因為我驚佢時間趕唔切，其實我就會剪咗啲。咁喺第一個 model 嘅嗰個編出嗰度咧，其實佢開嗰個 fashion 咧，佢會要比較細啊。因為其實我一陣會將佢另外嗰、那個做一個 styling 咧，就係、是。會遮住咗啲音，即係佢變咗一個有音嘅頭皮，突然間變咗一個長音嘅頭皮。咁所以開個 fringe 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要注意就係要開翻個 fashion 細啲啲咯。咁都得，即係都多變嘅啫，係咪啊？百變啦。喂，一係再問一個問題啦，好簡單問題，有冇人想答先？答就舉手，有兩個數。嚇、啊？跟住。答我先俾問題你嘛，啲咩多樣化咪成日問問題先答㗎，係咪？好簡單嘅，邊個肯舉手就嚇、啊？你問咗我哋先，唔係舉手先，七容易答，我哋答 ，OK。我問咧熱啊，應該係叫咩名？英文就叫 Atlasia， 中文咧？得三個字啫嘛。運動風。你而家答定答咗未啊？佢又答過，即係哦，一份 OK。新嘢嚟啊！咁好簡單問題啊，咪先會流難嘅。邊個想答問題？依家我問先咯，好唔好？啊，頭先嗰個系列咧，上一個系列叫做Cool Blonde 啦，佢嗰個顏色系列我咪講過嘅，叫 Highlight Color， 即係一個高染淺 color 嘅。有冇人想答？即係答佢有四。暫時香港有四個 color 嘅，你求其講兩個，邊個舉手 ？High color 喎，俗稱係鬼佬色喎，知唔知邊個系列啊？有冇人舉手啊？啊？你哋咪好少用黑人同顏色嘅，頭都唔識，有冇人答？冇理由有啲 technician 應該識嘅嘛 ？OK， 邊個啊？邊個想答？我幫你答啦，快啲舉手啦！喂，新嘢喎，真係試下啲新嘢嚟喎，又好威㗎啦你！喂 ，Andy， 喂，你做開鬼佬喎，應該識鬼佬識㗎嘛？係啊，怕醜啊，大家。係講一個顏色啦，即係我哋 highlight color，highlight color 即係高染淺能力，即係中文就叫做。幾啊？即係鬼佬色啊！可以去淺綠度嗰啲咧。
講 number 咋。咁啊，我開股啦，我啲高煙先嚟嘅，係12-hyphen嗰啲啊，12-1 / 1/9啊，12-2啊。其實我哋今日頭先啊 ，Cool Blue 個系列 ，OK， 得問題，咩問題？冇問題。Dennis. Yes, sorry. 想睇下，因為我第一個我轉咗啦喎。OK。點解呢個頭 ？OK 嘛 ？Yes，OK 啦，啊咁勁。係咪？呢、一個 disconnect 嘅 box 嚟嘅，同埋睇一個 fringe。而家咧，Michael 開始幫佢轉型啦。